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 Dan. 아이유한 방탄 P의 태준 지혜 梗 在韩网引起了极大的关注。 1月28号 ，P 在 IG 上传了IU新曲《罗布泳酒》的幕后照片。照片中的 P 和 IU 虽然头发凌乱，脸上有伤，但彼此之间却流露出亲密和温馨的气氛。特别是 IU 穿着婚纱，P穿着西装，增添了甜蜜的氛围。但最重要的是 ，P 在这照片底下留言了泰君啊，姐呀，幸福啦！因为连 P 也知道泰君姐梗，所以粉丝们都。所以 태준 지혜 梗到底是什么呢？前几天，因为 IU 的粉丝在论坛上传这张照片后留言，现在看到 IU 和 B 的合照，就不像是在看到 IU 和 B，这是 MB 中的지혜 和 태준，我不知道名字，我自己取的，光是看着就感到很感慨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 因为 MB 就像一部很悲伤的剧一样，所以粉丝就自己取了女主男主的名字。也有很多网友亲手制作了电影海报。这个贴文在饭圈迅速传播，成为一种迷因，甚至海外粉丝们也开始使用지혜和태준来称呼他们，成为了粉丝间愉快的游戏文化。然后昨天 V 和 IU 也进入了지혜和태준的世界观。在V的IG后，现在很多韩国粉丝们、网友们都到最先取名字的那个贴文底下，曾经是嘞，我是不是唯一一个觉得他们共同发布 IG 让人感到很兴奋的人呢？真的非常令人兴奋，因为艺人们都不这样做，所以更加令人激动。真是的，不过真的在有了名字之后，就会更加过度投入。他们不再是 V 和 IU， 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 태준 和 지혜， 不是看到 IU 和 V， 而是看到了 지혜 和 태준。 因为他们的演技太好了，所以不得不过度投入。지혜 和 태준 的名字取得真的很好，是因为 태형 所以叫 태준， 지은 所以叫 지혜 吗？真希望他们能一起拍一部电影或电视剧。 总结一下就是 지혜야, 태준아, 행복해라.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收到很多关注的贴文，因为跳着舞开麦真唱而获得好评的乌组女团，这里写的是两组，但是因为留言后来又加了三组，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。 드림캐쳐 엠믹스 있지 스테이시 마마무